观察市场行为，品味多空变化，大道至简，财富加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频道。好，昨天公布加息20个基点，价格应声上涨，以太坊、比特币昨天都出现大幅拉升。那目前为止，如果说你昨天没有买入踏空这行情，那如果说当前为止你要直接买入，是否风险值得买吗？ OK， 好，非常重要的话题。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啊，请点击我们影片下方链接，加我们社区，一些比较关键及时补充分析的服务都在里面，非常重要。Discord、Telegram 都是免费的 ，OK。好，点击链接即可加入，开启 Discord 到我们社区里面多种服务，包括最近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每日的分析嘛，分析服务、包单服务，还有这个自动单多套这个策略供使用，做一个风险分配这样的情况，还有我们这个指标啊，这个策略。交易策略啊，这个东西是完全自动化的，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教学迟早杠杆倍率这个完全自动这个跟单 ，OK， 非常安全，非常的实用。再是个指标，也是两套，一套是这个定态块指标，标示盘面的支撑阻力；另外是这个多空指标 ，OK， 作为交易有个依据 ，OK。以上讲解，如果有用的话可以私聊我，私讯的方式点击下方链接这个位置，点击这个私讯我 ，OK。好，以上服务都是免费的。好，那么快速带过，看一下盘面目前位置，先看。比特币吧，比特币目前来讲，这个结构已经走了相当清晰了。它走的目前走的是倾向走一个通道的上行，上行通道。那你究竟要这样画还是斜率大一点，要看你怎么去画了。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啊，它就是一个走的是一个通道的上涨通道，上行通道结构。那这个结构整体来说，它是一个很强势中继啊，就是我们前方这里是一个一轮急涨嘛。一轮急拉，急涨中的走一个通道上行，通常只要不跌破通道的最低价，也就是这个我们讲过很多遍的这个价格啊，2298这个位置，只要黄线不跌破，它是有几率直接暴力拉升突破的。OK， 这可能性需要注意啊。如果说你是拒绝踏空行情，或者说你觉得说踏空比亏损还要不舒服，还要难过啊，是吧？那我建议你啊，价格如果有给到回撤机会，因为通常这个结构调整还需要再一段时间，目前这个调整时间呢，大概是有从急涨后开始算了，调整大概是有大概12天左右了。那如果我们从这边开始算的话，从2600开始算的话，大致上是有19天，那基本上可能还需要大概一两周调整才会有大概最终的方向。 OK， 那所以目前的位置来讲，价格中央急涨，急涨之后呢，走一个通道上行，那这是一个明确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结构。虽然它是处在一个缩量啊，就我们看一下，它是处在一个急涨后的缩量，但需要了解啊，缩量是震荡上行的缩量。如果它是走一个，比如说这边，哎，这边它就跌破了，然后走一个下行通道，那空头再增强，后续呢可能价格上涨呢是有几率构成一个顶部的，构成顶部的。但这目前完全是不成立的嘛，因为昨天这笔前天的下跌啊，下跌之后呢没有延续，构成一个双底突破的拉升，而且又再一次突破前高。虽然突破前高之后，你看，虽然前高它突破之后它并没有直接快速的上行啊，但是它还是破了前高，就是价格呢空头并没有守住前高的位置，还是维持一个低点高点的抬高动作。OK。好，所以目前为止呢，都是一个非常强势一个多头结构。价格如果给到回撤机会啊，都是建议直接买入的。OK， 止损就唯一参考，可以参考2298跌破止损，或是跌破你再补仓都可以。整体来说呢，一样是看一个上涨结构。如果你是害怕踏空的朋友，再强调一次啊，如果你是害怕踏空的话，有给到回撤机会就买入了，因为目前的位置呢，多头是非常非常强劲的，仍然维持一个向上调整的一个动作啊，是非常非常强势。好，我们可以做简单的一个对比啊，我们可以对比，可能很多人说啊，哎，目前是走一个顶背离啊，八小时的背离啊，什么多重背离啊，好多背离对不对？很多 divergence， 很多背离嘛，好像很可怕对不对？很多背离嘛，对不对？走个背离嘛，什么背离啊？就是动能降低了，动能降低，然后价格持续的这个创新高，所以走出这样的背离。好，但是你需要了解啊，我们用最简单的解释啊，我们参考。过去类似的这个走势，我们就参考2019年那个上涨行情嘛。这里的上涨呢，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地方。我们先看币安现货好了，币安现货图表，看一下这个
好，这个位置当时价格在这个地方是构筑了一个底部嘛，对不对？后续价格突破，那有效突破区间是放了大量，出大量突破嘛，破了之后呢，注意一下，它也是走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结构。OK， 通道结构非常清晰，通道结构。然后盘整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大概多久，盘整的时间大概是有，我们从基站开始算好了，有34天。如果我们抓的稍微窄一点呢，从通道开始到通道突破也至少有30天左右，所以大概一个月先调整。那这个结构内部你自己看一下，如果我们把时间做一个回放到这里好了，好，我们就看到这里，当时是怎么样，注意看啊，就看好了，当时在高位这里是有一个大级别的顶部嘛？看我们在当时18年整轮的熊市顶部16000一线，看这个位置支撑多次，然后这个位置盘整了很久，有效下破，真的快速暴跌，然后价格直接腰斩，对不对？直接腰斩，腰斩，价格直接进行了腰斩，跌了40个百分点。那这么大幅下跌呢，基本上后续在这个位置啊，跌下去之后呢，后续价格走一个通道上行，然后呢上行呢，哎，回测原本的这个，你看原本的这一线嘛，那当下会怎么想？哎，回测阻力，大级别阻力，第一次回测通常无法突破，回测之后要下跌，下跌之后回踩踩稳才能涨。Okay， 所以很多人呢，在当时呢，都是在这附近，比如说在附近，哎，5500到6000附近布局长线空单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止盈呢，你可能抓到4000，是不是？哎，想要抓笔空，空完之后呢，止盈空单，然后再买入现货，买入现货回测完，然后继续做多，是不是？后续你看这边是怎么走的？我们先不要讲那么远了，我们先一步步看，回测关键阻力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看一下这里，走出顶背离，对不对？走出顶背离，你看当时是有顶背离啊，有没有顶背离？你自己看一下有没有顶背离，是不是？8小时顶背离，然后动价格突破前高，动能降低，然后你看后续呢，价格下跌，急跌，急跌是很可怕哦。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位置，哎，要看跌了，是吧？要看跌了。要暴跌了，是吧？但当时这个结构的最低价在这一线，我们标注起来啊，大概价位是在4800一线。那价格它始终没有去跌破这一线，看注意看一下，始终没有跌破，然后一样是走在这个通道内部 ，OK， 一样通道内部是吧？一样处在通道内部，后续价格能继续上行，看，哎，又给到中控区位，你看是不是？哎。等它继续空嘛，继续做空嘛，对不对？继续空啊，继续空，好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你看，哎，这边哎又有顶背离嘛，是不是？又有顶背离，看无限背离，看。哎，那不好意思，这边就直接涨了，空单止损，现货大空，是吧？哦，最后你就啥也没赚，空单止损，非常痛苦，哦，非常难过。好，这里我们再回放一次啊，我要表达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一旦趋势发起呢，说什么背离啊，这些有的没东西。都是可以被钝化的，就是说即便是背离通道上涨，它是会有背离的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诱空结构，就是说在一轮急跌之后走通道下跌，通道还会再接一轮急跌，同理啊，一轮急涨后接通道上涨还有机会急涨，那这个位置是一样的，走一个背离，后续呢它价格始终没有跌破区间最低价，没有跌破4700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可以看更深的下跌，你懂吗？你看自己看，它始终没有跌破，就没有走给到更深的下跌机会。然后呢，背离，你看是背离嘛？哎，背离嘛，然后钝化了，你最后终于放弃了。你放弃的时候，价格也已经涨破6000，对不对？急拉直接破了8000以上，是吧？直接爆拉 ，OK， 直接爆拉。那我们看一下当前价格啊，当前的位置，目前的这个比特币来说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像也有一个背离嘛，对不对？好像也有一个背离嘛，哎，走一个8小时背离嘛，是不是？哇操，背离做空嘛，对不对？背靠阻力位25000，是不是做空？做空，想着哎，我左侧25000接笔空，空到19000，我接多接现货，哇操，然后拿上去，我又空又多，啊，多牛逼是吧？但你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啊？目前的位置，你看也是可以明确的画出顶背离的。对，有顶背离，
没有错，有顶背的没错。然后呢，也有通道，也是它也是明确的走一个通道的上影结构。然后注意看，如果说价格呢再加几天啊，哎，触碰到24000一线，哎，附近又急跌，急跌归急跌，只要价格，它价格只要不跌破这一线了，只要22292这个点，只要不跌破，基本上回撤就是接多啊，就接多。23000附近如果给它接就是接多，就是买入，止损带就700个点，就是买入了。不要再等待更低的价格，跌破22300。止损或是止损之后呢，再更低位补仓或再次去买入现货，不要想着高位你可以逆势做空，然后空到低点平空，然后再接多。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预测说行情，顺势而为 ，OK， 顺势做单就好了。你不需要去逆势去自己去预测说价格一定在这位置一定会下跌，对不对？225它是一个主力没错，对不对？但是并没有代表说它不可以一次突破啊。如果说高位这边盘一盘，比如说高位啊，这几天因为有一个背离结构啊，它可能还是有机会做一个，比如说这边再走一个下跌，可能下跌之后呢，如果说它没有去跌破最低价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一个接落机会啊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就接落机会了。只要价格它不跌破这一线，只要这一线不跌破，那就是去买入。OK， 整体是看多了，就好比我们刚刚讲过一个案例嘛。19年案例，这边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，我觉得很类似啊，不能说一样画葫芦，每个行情都走了一样，但是逻辑是可以参考的。当时6000以线是强大的阻力区，对不对？走通道上行回撤阻力，然后呢，走出多重背离，看多重背离嘛，做空嘛，一笔拉升直接突破，所有空单全部干爆，然后呢，后续再走个中继，继续涨，基本上突破这线之后呢，这线突破之后，涨到8000之后呢，基本上你也不敢买了，你也不敢买入了。基本上你是踏空整个行情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想要避免以上的情况，你势必需要接受亏损风险。那风险呢，你控制一下。如果价格回撤到，比如说我们价格回撤到，比如说抓个大概啊，回撤23000附近，23500附近，你就可以去买入了。如果说你没有还没有买现货，说你现货还没有买满的情况下，可以做买入了。那止损就参考在这一线就可以了。再强调一次啊，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跟随趋势。趋势既然已经有方向，就不要逆势干。OK， 即便有回调的可能性，也只可能性，在价格没有去跌破22292这一点之前呢，你都不可以去做空。OK， 不可以做空，不建议做空，可以短空，但不建议长空。OK， 好，这是今天非常重要、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。行情慢慢已经走出一个明确的结构，走行通道，通常会伴随顶背离。那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诱空结构啊，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，需要特别注意。OK， 好，以上讲解相信把它非常清楚了。就考虑一个方向，回撤就是做多，那止损就是参考到结构低点22292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以上讲解如果非常清楚，如果说你觉得讲解内容有帮助的话，帮我点个赞。OK， 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。OK， 我们加入社区都是免费的，就是用我们的码注册入金，然后在我们社区申请留言你的 UID。就可以加我们社区了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，以上内容，我们下期课程见，拜拜。